这个蛮可爱的。应该第一名吧。嗯，可以啊，可以。你们直男不懂啦。下车之后会有人 cue 我们走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对，这刚没听到哎、欸，因为好像要在一个地方先停一下，给他们拍照。到底是我第一次来还是你第一次？看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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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我们的外套。哇！哇塞！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不用解释这是什么了吧？它有一个小小的败笔。就在于他穿上去之后，就再也看不到他了。应该不会有人发现，现在其实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彩蛋出现，你们还没发现？来给大家找一下，有发现什么事吗？来底下留言，我听听看。刷一排汉堡，还没人发现对不对？还没发现对不对？揭晓，这套西装呢是前年我跟鬼哥走红毯的 2.0 版，我们是请这个 Edison 帮我们做，我觉得有点像在致敬我们的好朋友。外面的版型大部分都是跟前年一模一样，鬼哥的那一套呢就直接完全 copy 让我们的谢坤达穿，谢坤达就是穿当时鬼哥穿的那个版型，当然也会在里头加了很多的小细节。今天就是有一种三个兄弟，然后外加宪哥走红毯的概念。大哥来出现了，因为现在观众都在看，等待你的出现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转换转换转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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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塞一些东西，有塞一些东西啊，希望会成功。你算是其实有点小紧张，你有点紧张，而且你算我的第一次，他的 first。哇！我今天跟达哥两个走上红毯，要做一件事情，做完我就觉得今天就是当作是盛宴的这样参加了。我们今天任务就是这一件，两个月他们拼命拉票，我们真是拉到最后一刻，还要动用到他的。没有没有，不要这么说，不要这么说。对，他老婆。谢太太，对，他很乐意，很乐意帮我们拉票。我老婆也很努力帮我们拉票啊，多十票。刚刚有五个人，随时随地24小时，每分每秒都在照顾达哥。有像养成计划就是这样。不要幻想。所以我们呢，明明就是一样，就把钱花在买设备。养杂科，然后来拍他，他就把钱花在他的身上，所以这就是差别，这就是差别嘛。哎、欸，我们就是比较像什么？可以喝水。那么呢，这边演，而且好久不见，一月就要喝水，这个蛮可爱的。应该第一名吧？嗯，可以啊，可以。你们直男不懂啦。我们没有竞争关系嘛？没有。哦，那祝你们得奖。好，谢谢。瓜哥好，瓜哥好。谢谢瓜哥。达哥，如果你明年自己入围了，我要自己怎么入围？你跟我讲。好，比如说明年入围了，你会不会想要自己走，或者是你想要跟嘉彦一起走？不会想跟我走？不会、啊，我觉得是看怎么入。如果是综艺玩大，那当然是跟你走啊。哎呦哎呦，说好了，好不好？不能抛弃我。铁粉，这里是里长，里长广播，里长广播是，这里是野七频道，赞。不要又在抢我部落了，你什么都要抢，你看木曜也抢，王很大也抢，野七也抢，会不会到时候我老婆也你儿子我好，你不要把他抢走，我现在正式命你为他的干爹，你就是他干爹了。抢哎，大哥，你真的太久没有走红毯了，我还是要提前跟你讲一件事情。对，就是你等一下开门关门都不要自己去碰门把。我知道，因为我不第一年不知道，我还有礼貌的自己开门，然后说、欸、我来就好，会有人帮你开。下车之后会有人 cue 我们走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对，这刚没听到哎、欸，好像是说你先看一下前面的哦、喔，因为好像要在一个地方先停一下给他们拍照。到底是我第一次来还是你第一次？没有没有，你先看，快点看，你在前面比较容易看。他好像会站在前面。我 开正门了，来开正门。我们先学习一下、哦，一起，我们要同步一起下吗？对，同步、哦，超同步的，我、哦、汉典那个气势，他会不会那个不小心那个费洛蒙出来啊？准备摔一波喽！好，摔一波，帅起来！帅喽！刚制作人有讲了，我们要送给我们天上这些兄弟，因为他实在是非常的可惜没有得到，对，但今天呢，我们帮他完成了这件事情，我们会把这个奖杯送给他。完整了。觉得今天最爽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到我们那张照片完美呈现，完美呈现啊，真的要拍到一模一样。所以我今天是开心的，我们真的就是要去庆功宴的，好不好？可以交差了，扎克，赶快把东西送回去给北北，直接剪了啦。没问题，是开心的 ending 的，好不好？送。OK， 我们走吧。来喽，很紧张哦，来喽。达哥紧张吗？达哥。相当紧张，不会啦。坐那个任何的什么云霄飞车，什么都没有这么紧张过，对不对？我。隆重欢迎的少年林国成以及陪队小会长，小
的黑队小队长谢宽达。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大家的注目度在你身上，所以说你是一个 icon， OK？ 所以 OK 了，恭喜，终于完蛋了。